圈的这个就出来。珊瑚的毛都不给我保障，水啦，水啦。我的那个冰原从原本零个珊瑚四个，到现在冰原八个珊瑚五个，水啦啊！珊瑚的猫跟我有仇啊！次力竭的啊，没有三次力竭，捕获金狮子。对对啊。两次力竭两人，你雷狼龙没大金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帮你留。啊，你现在说话不是剩我们两个吗？对啊，不是剩我们两个吗？对啊，现在就直接刷就好了，不用留啊。不是啊，就是两人两次力竭啊，留下来啊。哦，你是不是搞错什么？然后留是指下一次，找我出来啦，上好上。两次力竭，五次力竭。哎，我缺训喵啊，大小金都没啊。我训喵也没有啊。浮面可留。我节操嘞。不知道去哪嘞。哦。都在啊。对，关麦我就不会关麦了。开工，来开刷。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一直一直下来啊，蒙牛的下一只是谁？看谁没有。杜比啊，不是杜比啊。啊，杜比龙。那我要开一下。逗逼龙，逗逼龙缺死。
所以你那个宝藏找完只剩大小金了？没有宝藏，摄影珊瑚差两个。对啊，我说宝藏全部找完的话，那就剩大小金了。我声音那么大、啊，开启混音装置。我回音很大。不是啊，魔物的声音怎么那么大、啊？就昨天不是动到耳机吗？对啊。那天下大雨，把耳机直接拉到100%，我发现说哇，好久没拉到100%了，就发现说，干，我原本是拉多少，想不起来。灭陷阱。这把有机会哦，风飘龙小金哦。风飘就风飘，就普通的风飘小金。不是啊，没有其他魔物。毒跟双翼风飘。哦哦，加油，靠你了。不是剩两场。可以啊，那天是剩几场，马上刷出来，你看。生物博士启动，金狮子迷你来不来？来了，解超来吧。我正在回来。好，刚好结束。嗯，哪一个营地啊？比较近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哦。五号。好，我应该是四人吧？是吧？哎，对，是好，还好。我想证明我不是个自私的人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救救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因为我记得刚刚是打冰的嘛。哦，冰 ，OK， 切断冰。推荐猫的生命博士，生命保险啊，干！生命博士，猫的生命博士，觉得读生死学的猫啊，来补你们啦！一次道具只能给一个，对不对？什么一次道具？道具给予。给予什么？对啊，一个就是一个一个给啊。那你说好吧？你说次数量的话是可以只给好几个吧？可以吗？可以给啊，我之前那就那个这节操帮我带一下爆裂果实啊。好，好你要好帮你带。什么意思？我带爆裂果实，我打完直接给我就不用回家了。我突然想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给道具啊！爆裂果实是什么？不是爆，是测甲弹、啊，测甲弹、啊。哦，北七哦，好了解。啊，我快打完的时候跟你说一下，他你就直接给我，我就不用再跑回去了。哦吼。我找一下爆裂果实。哇，自己有配快吃衣，好棒哦，吃东西好快。这几分钟的啊？50。好，来吧。慢慢慢来，我已经到了，我在他旁边。好，哦，我再来。我是被丢包了。你有吃过饭啊？有啊，吃了。我拿个灯。咪咪啊！咪咪啊！
好，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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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。道具。对啊，可以给一次给三十个。好，所以。那将近五级。因为我不能带哦，你没有到五的五级。有没有猫的什么饭是增加采集速度啊？就不会弯腰拨东西的、啊，真北七耶、欸。嗯，它是没有吧？没有吧？猫的不弯腰达人，猫的弯不下腰达人。达人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可以撞了。想要找一下石头。有啊，这边有点难撞啊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很多太空旷了。我在撞，我在撞。哎、欸，我把它拍下来，我的天！哇，哎呦呦呦！还可以再撞一次。等一下哦。等你撞我的运动可以了，欸、我不敢再软了，我软的话会没石头。好、啊，那不要软。哎、欸，我们两个都不需要软化啊。哦，那就好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有钻心，所以不用。你需要你帮我。我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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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打屁股就好。哦，我你要软跟我讲，我可以软。笑。无伤结束跟无伤启动同时跳出来，你太快了。我晕了。好。哇，有啊，你那冲，我超你米出来。哎、欸，我记得这个，有有有有。我想说，我用子弹敲你。嗯，他不是突然黑毛又变白或金毛？
从外面下雨要开大。我不知道，我听到你那边啊，外面下雨要开大哦。好。这边很多啊，这边地上很多石头啊。有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在捡石头，我这边打。好石头！你在哭呢？我衣装还没好。等一下，我要穿衣装。下一个看看要看谁？我。重共不用，你我吃过了，而且这张地图有其他魔物啊，我不怕、啊。对，好，你可以去砍其他魔物。对啊。哇！知道你可以给我子弹吗？好，等一下。下一波再给。那换地图吗？还是？我是怕他不换图，所以我先讲。哦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他看我，他看我，你们快。快！不对了，没了。啊！被打了。哦，我以为我可以直接领诶，原来我要到你旁边。当然要在旁边啊，用丢的哦。接住！好、嗯啊，完蛋了。这样丢弹夹，空中直接。小心。好，看他换图好了，我先打，先放，先不然就打棉呐、啊。没有棉啊，哦，把棉没有，那把就马。嗯。我可以打通山。想不到吧。不然再更极致的方法就是，不对，我放错了。啊，有了。快！等一下，我要放啊，我要靠一点啊。好，要快点。啊，还有更极致的方法，等一下。来，谢。还有这样子。我这个内线交易。哇哦！不对，怎么是水柱？水塔爆了是不是？我想说要防他光柱就是水。哎，我床上往上跳，我是坐梯。可怜呐、啊，他快死了。啊，真的。嗯，还没有闪呢，19%，快而已啊。我有地洞跟麻线，他如果等下变回来就有麻线。我是有麻线，但是我没有做地洞的线效。还有地洞，我还有地洞，还有。那我回去。没差，19%。没差，地洞我放就好了，也不用补啊。以后，等下。血条在闪了，可以抓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哎，不对，是你要发。没了，麻线来了。刚刚我看到他的金光一闪。有要剁另外一只吗？要看。你说风飘、喔？对啊。可风飘没大小哎、欸。那就直接走了。好啊。可以啊。重置嘛，这样就好了齁。
就把从任务中归来就可以了吧？就可以啊，归来就可以了。干，该不会我没有吧？我让重置欸。有啦有啦，重置应该也有啦。我不要应该。大概。应该。我没有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哇。因为通常是在任务中归来啦。对啊。哇，没了。之前在刷角龙的那个角的时候，也是把他两个角爆桶炸了，然后归来。我没有了。哇。哇。就这么刷着刷着就没有了。你们在刷什么？大小金啊。大小金。然后我们刷到那个金狮子的小金，结果繁星打完没有小金。可是我没有。真的欸，我没有欸。可怜啦。才说我不想听应该啊，应该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是啊，你我们都说任务中归来了，为什么你要按通？你就按下去了哈。对啊，那你就已经问了，我就也知道应该一下嘛，安慰你。真的没有，我就没办法。壁毒龙小金，好，我看一下。这个任务太给力了，刚刚有小金，现在也有。哎，我没有小金，好，我来。你最好再给我吐小金跟大金哦。有啊，被毒龙小金呢、啊？没有啦，我说金狮子啊，谁管你啊？干嘛啦？你不要打嘛，真是的。我很难过欸，不要那么难过，这比遇不到毛鸡还难过欸。再帮你刷就有了。我很难过。你巨魔要打那么多金狮子，还怕没有？怕啊！我们打那么多金狮子，就是没大小金欸。你想想，我们打很少欸，我们打很多。不行，我们力战金狮一定打很少。没有，超多。我都拿超，到现在也才打了22头而已。我看看我几头，来来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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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23+23呢？23+2，那就是23头啊！都是用捕获的，怎么那么强、啊？完全都没有杀死他、欸。哇，23挂号23呢，通通都是捕获。我也是22夸22啊，我看一下我的，你还偷打了一头，自己去打魔鸠。啊？好。啊？19，挂号19。你看，你还偷打他5头。你还敢讲？你都打他4头欸。快啦，小金都要跑了啦。打！他要被其他魔物挤掉了。被吃掉了，再诱发又出来啊，又不出来了，可以出去再进来。那我要重置了。好，你重置，我们来打。还在不行，这样还可以。看到他了。对啊，但金狮子感觉没大小金还好，后面都在打他。金狮子不是那个成就魔物，所以没差。对啊，可是 Kimoji 会不爽啊。对，那个就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。Yeah.你们在那里？在那个忘记喝热饮，结果扣了一格体力。不用怕啦，我等下帮你喝。好，他吃饭的地方。嗯，船长故意不吃。
们可以直接开啊。你们开啊，你们开啊，我跟 Nice 快到了。好，我的一般的飞。我看到你吃热饮了啊。没有，我是说刚刚忘记喝热饮，所以直接扣了一格体，现在少一格。唉。等一下哦，然后这个，这个，哎，我怎么中毒了？我被那个毒的那个包子啊，好，对啊，好恐怖啊！好了，你不毒了，你不怕毒了，去吸吧。去吸新鲜空气吧。还有什么防御药吃？还有我的体力。对呢。哎，抱歉，我这招身上没有香菇哎。我没有香菇。啊，这边有鬼爆炸菇吗？我去捡。空一下就好了。毒菇。菇吃一下，哦，还是毒你。来无敌针，来踩吧无敌针，踩了就算无敌针了。嗯？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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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石头没石头，我也没有。哦，这里有。碰到那边的石头捡了吗？这里有，这里有。上面有说，上面有说。我来，我撞，我撞。这边有，我用加罗物了。可以抓了。还我金狮子，还我金狮子，还我金狮子。好了，让毕读书刷完了。你毕读毕业了？大小金都有啊。哎，上次是我拿到吗？没有，我大金本来就有了，我进去帮你们打。哦。你看，你都偷打，你一定有先有大金哎。不是啊。是啊。大金。他就自己跑出来了，我不跟我们讲，就不及他一样哎。你在那边都说他好像很大只，就去打了。对啊。也没跟我们说，我好像遇到只很大只的壁毒龙哎。啊不是啊，啊我啊你没有讲这句话啊。坐着，有人就在睡觉啊。我你说他经过呢，这次又说睡觉，你怎么？对啊啊，就是他经过啊，有人在睡觉，不来陪我打，我只好自己杀。你不叫我起床哦。不叫。手机是假的哦，我又没电话，你弟弟不会跟江江要、哦，江江也没有，你弟弟，你就知道他没有，我预设他没有，浮面大小金都没有、欸，对啊，浮面就也更少打，你看浮面打跟金狮子打谁比较多？浮面真的打很少，而且要他的素材其实很少，
对啊，我当时要素材只是做他的笛子而已啊，就没做其他东西啊。我湖面任务也只有两个耶，好可怜哦。一个是无限的小马安安，圣母安安。金狮子，还我金狮子，还我金狮子。哎，你是已经在看了吗？我在看了啊。那等你，没有，我就是。只是啊，这个任务奖励其实还好，怎么会碰出迷你金狮子啊？随机的吧。伊莎，有吗？啊？他竟然没进去。我已经刷了三次了。我想说，我在等你看有没有我要进。哦，好了，没有。来，请开始你的进进出出。有吗？来，你换你。好。好，我准备了。哇塞！好，我出发了。没有。我最近刷。习惯直接按重置任务齁。不然哪来习惯按重置的啊，因为重置接真的比较快啊。而且你出来在营地你也看得到其他野外魔物的大小精啊。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子刷到一个蒙牛龙大精的啊。等你。哦，我出来啊，我刚好说没啊。你怎么那么快？哦，我就听到你一说没有，我就进去了。哎呦，那个压在任务板那边啊。好，出发。那家店啊，没有。重置返回营地，这样子你只要点点点就好了，你不用等有队友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。哦，卖了巡回的材料，卖了一千多万。好没有？好。湖面龙，湖面龙小银，也不知道是小银还大银啊，反正就一个。出发。哎呀，好久就一个。没有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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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我怎么返回错了？调查最后一个，就是你了。哎、欸，啊，三月他们出的新魔物是算力战的，还是算额外的？所以也会有大小金这样子要刷吗？有啊，有大小金啊，是额外的、啊。哇，没有。它就是类似战痕黑狼鸟的那种特殊个体。哦。懒。比较像金银火。烂错。不算金银火吧，比较像黑狼鸟吧。对啊。因为他说特殊个体。金银火是变种体诶、欸，啊，那两只是历经沧桑的、欸。哦。来了，我跟你说，福眠龙又一个赢了，好多赢了、啊，我天！就叫我刷了三次福眠龙赢了，然后叫我过去，来了，来了，又是一个赢。我要什么刷、啊？承接新人物道具，黑狼鸟、钢龙、风飘、巨甲虫、咬鱼。我去找，你先开始，我去找调查。可以刷刷看福眠。你刷、啊，管理调查任务啊，对耶，还没登录。兽龙种力战个体，鸟龙种，管理调查任务冰豺狼，哇，石头。对啊，必毒龙粉魔。